哎呀，奔跑吧！2022年秋季学期报道处，我这个年纪还能报道吗？你是不是一直就没毕业？是吗？我一直留级，留了10年了。嗨，欢迎进来吗？老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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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好。我跟老师是同龄人，老师，这个同学我不想跟他一个班，太可怕了。<笑>这个场面怎么似曾相识？怎么跟友谊记忆是那种差不多的？就我去那一期呗，应聘那家。对啊，也是这么一个 L 型。文化有限，还信无限文化有限公司。我们现在是知识水平也有限。<笑>过去的回忆突然攻击了我。<笑>各位同学上午好，欢迎来到奔跑吧共同富裕篇。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此季特别季的奔跑。今天是我们奔跑吧秋季学期的开学日，除了各位之外，还有两位同学要加入大家，和我们一起奔跑。欢迎他们。你们说之前看过节目，什么是开放啊？后期我压根没看。锡纸烫，哎，这流行。既然我们两个都有意愿，那就不如坐下来，开诚布公的谈一谈。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吧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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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到大勋一点也没有什么惊喜的那种感觉。一般新学生来啊，都得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姓名、年龄，从哪个学校转过来的？他是从咸鱼学校来的，专门培养咸鱼，甚至想让他回到原来的学校去啊。别这么说，同学们好，我是从那个开放学校。有些人开心的又舔起了牙齿。开放学校放出来的，对，没学好，然后说这块有一个秋季这个。说那儿没学好就转这儿来了，这儿比那差怎么的？那儿没学好到这儿，这我们就不乐意了。我希望再进修一下，回去。他们说这边好，我再进修一下。哦，那行那行那行，啊，那可以。啊，各位同学好，我是他师姐，啊，就是一直没学好，跟他一起过来。你留的比他还多，留的多。欢迎！来，坐，一个队的坐在一起呗。佳宁跟沙哥是老乡，老乡，嗯，吉林，对。然后呢，聊点渊源出来呀。我俩演过一对儿。啊？啊？真假的？什么？我跟沙哥演过一对儿。一对儿。送给你的，奖励你。我干嘛都对我那么好？同学之间关心照顾一下，不是很正常吗？那时候他很小，我也年轻。那再次合作演妇女的感受是？你快插嘴呀！插嘴呀！快打断他们！快打断，超！快打断！说正事儿。